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闭上眼，你能听到山间悠扬婉转的啁啾，在森林中的城市郴州，伸出手，你能触摸阳光，轻轻拍碎浪花的温柔。在湖南，在南方高山上的大草原，迈开腿，与你并肩前行的都是慷慨快乐的朋友。在祖国，在每一处都洋溢幸福的热土。而当你慢下来，细细阅读流淌的时光里，有骄傲，有传承，更有生命本真的丰厚。生活在这里的每一天，你都有更爱它的理由。而今天是樱桃担任中餐厅店长的第一天。你和小明哥当店长最大的区别会是什么？我自己觉得可能更大的一个变化是，我可能分配的会更仔细一些，因为毕竟我是女性嘛，我可能谁负责哪一块相对清楚，然后大家先把自己手里的工作都做好，然后余出来的时间去帮别人，这样大家可能效率更高。首先呢，我觉得核心是厨房这一块，因为它是最难的。我觉得小明呢，他这么多季跟着学了很多菜，也非常有经验。我觉得，所以我让他来当厨师长。正正一直说他对做鸡肉类的东西是非常懂的。楠楠呢，做一些小小的菜，他手也很快。其次，把两位大厨换出去，我觉得那个是很适合他们的工作。立农他前台也做过，做菜他也做过，哪个地方如果出了状况，他都能够马上替补上去。我是这么考量的，我觉得这样子明天不会在哪一块出现很大的问题。好了，准备好了。干完活的朋友们，店长邀请你们去那边喝杯咖啡。可以喝冰的吗？好，冰咖啡。冰咖啡也有啊！哇，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哪来的冰块啊？这里面有制冰机，原来。我天哪！在哪里？在这里，这些都是。大厨，谢谢。还在清洗，给你端过来吧。谢谢姐姐。瑶瑶，你的加了真浓牛奶的，正正你的冰咖。哇！好好好好喝。千娇百媚，稍微热一下。我做一个早餐，那个桃胶我用杨梅煮的。有这么大一锅，我们今天要不要做菜？要不要卖？要卖吗？要卖我就加菜单。加。再写个名字。千娇百媚，有桃胶，有杨梅。哎，可以。哎，千娇百媚，千娇就千娇百媚。第一句话就是欢迎光临中餐厅了。你随意发挥。哎，小杨，我们两个人心意配合，达成一个你们共同的口号。好的，现在整个人来。
很久没动了，精神一下。哎呀，真悠闲呐，还有时间照镜。哎，你用仪表也可以。哎，准备要上人了，同志们。来人了，来人了，你去前面啦。禁止你现在进来了，我等下送菜单过来可以吧？现在禁止你进来，你去前面站着吧。哎，记得给他贴标哦，大厨。OK。好了，不管这些了，交给我，你去前台。你的岗位，主要的岗位在那边。我去了。站住，站住，迎接。是他们吧？一二三四五个人。啊，六个人。没问题。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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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不要不要，我抱抱，叫我老张就可以了。来，这是我们餐厅，里面请，里面请。今天这里是有趣餐厅，里面有一些小朋友们玩的玩具都在这里边，那边还有画板可以让小朋友画画。六位哦，那我们还要加餐具。来，小宝贝，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平时吃辣吗？可以吃辣，没问题。哎，又来人了，欢迎光临中餐厅，要不要我抱抱？来，谢谢。哦，来，欢迎光临中餐厅。三位的吧？对。好的，好的，这边请。哎，你们好，你们好。不过我们今天有趣餐厅客满了，大家可以到有趣餐厅去。欢迎光临中餐厅。欢迎，从这儿都能听见詹大厨的事儿。你们听詹大厨的，嘿嘿在笑。你好，三位是哪里人啊？有本地的，那应该吃辣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干锅醉鹅，这是我们大厨的今天的主菜。鹅呢，这个营养价值也高，夏天适合吃。一个干锅醉鹅，这个是尹正，啊，它的秘制鸡翅。好，老尹的秘制鸡翅，真棒。要不要炒饭来一次？干锅醉鹅，好的。有什么要添加的话再叫我。好的。您看一下，看看这个菜，因为我们。没来得及去拍照片，每天我们都在换菜品，所以请你们理解原谅，好吗？没事，没事，没关系。好的，好的。今天我们的主厨，你猜一下是谁？小明哥。哎呦哇，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真的假的？真的。好，今天我们店长是谁？樱桃。樱桃。哎，他今天荣升为店长。今天都是他们在做菜，他们把我刷下来了。哦，他没做了。没关系，他们做得很好的，相信他们。您看一下，王英每天都在换菜，那今天呢，把我换下来了，把小明他们换上去了。他做的干锅醉鹅不错，那我点一个干锅醉鹅。好的，今天是我们小明。他任大厨，他把我这个厨子长，他说一进天去招待客人，我总要听他的喽。很好很好，其乐融融，真不错，真不错。这边四桌全部有醉鹅，太棒了！我今天希望每一桌的客人能多点一点菜，就能闯收多一点。对。我先想一想，那我觉得小明大厨了。那个正正的大菜多推荐啊，朋友们。没问题，现在大菜目前都有点到。还有亲子都推销掉了。好，所以甜品去多推荐一下，千娇百媚。好，好的 ，OK 了。没问题。肉
你去推荐千娇百媚。好。桃娇和杨梅非常美容。好。好，你们今天有没有试试那个桃胶，就是那千娇百媚，很好吃。关键是我平时很爱喝桃胶，我觉得对皮肤巨好。我喜欢吃这些胶质多一点的东西，银耳啊，松针啊，松针的奶，我觉得是最天然的。我们今天有的甜品都特别棒，尤其是女孩子美容，吃完之后就可以好看到上天，魔女也可以变成仙女。我们今天还有个千娇百媚甜品，还有没有需要一些什么甜品？还有什么千娇百媚？可以啊，来一个五星两个。好的，非常好，谢谢娇，那我们加一份好了，加一份。我们能加单吗？可以啊，我们要加一个。好的，来一份吧。再给我一个千娇百媚，最后一个。 OK，甜品不清了啊。好，很成功，哦，卖出去了，开心啊。啊，店长，哎呦，你的笑容好灿烂啊。好开心。我们今天太棒了，朋友们，今天很好，就没那么顺过，一定是你的原因。我的原因，因为你当店长，所以大家胃口都好。因为你当店长，所以大家胃口都好。你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哎哎，那你的意思是我当店长大家胃口都不好了？不是，你当店长的时候大家都想得很健康，所以碳水控制了一下。正正，你的嘴呀，简直是太会说话。Lonely, I miss you, lonely. 明天时间来不及了，明天。Lonely, I miss you, lonely. I have no worry for my own.OK, let's do it, bye bye. 好，干锅醉鹅。来。我要做鸭杂了。
鸭杂来了，好了，已经好，牛肉羹、干锅鹅已经准备好，可以直接上了。OK， 都交给我。我就感觉我们厨房本来就是这样营业的。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好淡定，不知道为什么。主要应店长第一次当店长，好不好？因为你们今天都太棒了。你的鸡翅你来上，白米饭三碗我来上，非常的 easy。那个千娇百媚可以划了哈。好，你上吧。蛋羹好了。时蔬上菜。牛肉羹也好了。八九牛肉羹，一个都不能少。七八九十来，谢谢。五号桌，我们的丝瓜，还有我们的鸭杂。哦，谢谢。这个鸭杂还可以，这个鸭心都在这里啊。哎，这个味道可以啊。嗯，这么好吃吗？飞软真的是又嫩又香，特别好吃。您好。这是您的鸡翅中，这边是帮小朋友做的，一点点辣椒都没有，然后没有名盐跟名糖，所以会比较健康。哇，开始了，我这个都吃完了，起来好好吃。瞬间消灭了好几个呀，厉害！里边多的鸡翅好吃吧？好吃。你喜欢吃多吃点。甜的，小菜都好好吃，平时最讨厌吃小菜了。这个十几块真的血赚，今天我要多吃点。妈妈，你还有饭呢。妈妈吃不进了。我妈妈吃不进了。哇，给我吃，给我吃，这么好吃，太好吃了！这里的菜，尤其是这个鸡翅。你要不要再加一份？反正这顿你爸爸请，我大出血。我们再点份鸡翅，你是主力了啊！我起码能吃五个，还能吃五个啊！我真的是佩服你，捧场王。我要一个鸡翅。我还想吃嘞，什么鸡翅？这个鸡翅确实很好吃。你还要吗？我想加算了，吃饱了。吃饱了是吧？打包带走不？回去微波炉打一下行吗？那我们走的时候打包。哎，您好，怎么啦？我们还想打包一份你那个鸡翅。鸡翅是吧？好，我去帮你加。可以打包，可以可以。我们也想打包，我们也要认识的人。你再讲吧，这鸡翅好好吃。好好好，随时可以做。那小朋友好爱吃啊。是是是，我是专门就是为给小朋友做的。不是，他想给你写，写了我们就正好了。我写给你好不好？我拿上给我写给你。可以可以，真的。不要告诉别人。真的好不好？哎呀，我的字有点丑啊！不是意思嘛。对对，这个是我自己这次发明的味道。这个我一定不外传。对对对。别传，别传。您好，您的无糖可口可乐上了。谢谢。口味怎么样？还合适吗？还可以，配额有点辣。那刚好可以喝我们的可口可乐，可以解解辣。美食配可口可乐，美食味加倍。欢迎来到中餐厅。小明哥，我婆婆是自己的粉丝，反正你很多电视剧。谢谢谢谢，很多电视剧，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好多好多。最早你是九九年啊，那个爱情不是游戏，爱情是游戏，爱情不是游戏。我都看了，那是我第一部戏。这好像是当今校园里的一种新时尚。领导毕业分配的时候，该暴露的都暴露了，该摊牌的都摊牌。你小声点行不行啊？哎，天哪，我都不好意思提这个戏。我妈妈粉丝全记了，记下来了。很少都有人知道这些戏的。我妈是个少女，喜欢看偶像剧。我们小明哥是实力派的，我演的也不都是偶像剧呀。我看了你多少片子，我全看了。哎呀，谢谢您，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忠实的观众，非常荣幸。吃的这么干净啊！哎呀，吃的。妈呀，光盘行动啊！那米饭给了九碗，我一个人就吃了三碗。谢谢谢谢，感动感动，哇！
都是光盘行动啊，厉害厉害。今天光盘太厉害了。酸菜味道还 OK 哈，挺好的。这季我们晚上不营业是不是？因为这季主打的是小朋友嘛，晚上一下稿子太晚了，小孩子要休息。对对对，有什么意见就跟我们说，我们积极的去改进。今天比以前前面五季的上菜速度快了很多。是吗？对。那可能是因为小明哥能力太差了。因为今天我们换了店长，这个人叫樱桃。快点收拾起来。好啦，这个也准备好了。桃子姐，你这边摆的怎么样？我这边就拜托给农农了，我先过来了。你放心，你去前台，我前面都 OK。好，非常好。今天有11个小朋友啊。好，你一会儿默默观察我一会儿啊，先让我自己。我不行的时候，你赶紧冲上来。我已经把头给弄了，我就在这儿，我不走了。你猜我其实也有点紧张。别紧张，我有什么关系吗？好，加油。11个小朋友，加油啊，店长！哈，正正，哈，正正。小朋友们可以上课了，可以上课了。跟着我来，来来来。小朋友们到这边排队，来这边排队。听小姐姐的，漂亮姐姐的。请进，来开开小门，开一下小门。小朋友们，请在前面站好。小小的小朋友站这边，弟弟小这边来，大的站这边，来站这边，站这边。好，先这样站好了。各位小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下午好。我叫樱桃，你们可以叫我桃子老师。每个小朋友现在需要自己介绍一下，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好吗？好，漂亮小妹妹从你开始。大家好，我叫王新志，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中餐厅吃饭的。好，等等，欢迎你小弟弟，该你了。我叫袁金轩，我跟外公外婆、妈妈和爸爸。一起来的。好，很棒。欢迎你。你的发型好酷。欢迎各位小朋友。好，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上课了。今天老师就开始教你们怎么做玫瑰山药小点心。这个看起来像面团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山药。揪一个下来，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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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有人知道汤圆是怎么包的吗？有没有人知道汤圆是怎么包的？就是把它捏成一个像梅子一样，把馅放进去，然后再把它揉圆，对吧？对，妹妹你好聪明呀！所以我们在里边加了一个小馅儿，红豆沙，是不是也是你们很爱吃的东西呀？然后轻轻的推呀推呀，给它捏回去。好，我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好看的样子呢？就是用一个工具给他压。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老师上课的内容都被你刨光了。放到小模具里边，嘿，小弹簧往下一压，然后轻轻的把它推起来。学会了没有？会了。好，
可以开始自己动手了。先按自己的想法做，回忆一下桃子老师跟你们说的流程。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这七个都是你做的，七个都是你做的。我感觉你一个人的把所有人的都做了。这个好漂亮，这个小姑娘一下做了七个，而且我前面教的时候她马上知道我下面要干嘛。对，她教小朋友比我教的还好，她太厉害了。你看啊，你现在把它搓圆了，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小碗的形状，你看这碗是什么样子。你看怎么捏？是不是上面是空的，下面是空的？哇，你讲的比小明哥还好。来，捏个小碗的形状，你看看。做好了之后放在这上面站一站。做好了之后放在这上面站一站。爸爸，你试试，我们吃起来会很干的。太多了，你没买多少。好，那你继续。变成一个小圆，然后等一会儿就很轻松的。完全对，你怎么这么棒啊？他一个人做了七个，太棒了！你是最强王者，你知道吗？你是最强王者。家长们要来了，要把你们做的送给父母啊！啊，这个是最厉害的，一瞬间做了七个。我跟你说啊，你这小闺女真的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我最近深受打击，看到这么多姑娘，我觉得我真的应该赶紧生一个小姑娘。长大了想做什么？好帅，快坐高火车。可以啊，那你现在可以研究高铁。继续努力啊！罗浩什么？对呀。大点声说。谢谢。谢谢你们光临。拜拜，慢走慢走，小心脚下。拜拜拜拜，再见啦，再见阿姨，拜拜，再见啦，爸爸。今天好稳啊，简直是厉害呀、啊，我的小伙伴们。老张师傅啊，我昨天在多多买菜，买了很多菜，哎，我带不上来，你帮我带上来好吧？哎，昨天买的，今天就能到呀？你放心啦、啊。多多买菜好，今天下单次日到货，菜品又多又新鲜。上拼多多点击多多买菜，每天都有新菜，随便你挑。现在新用户下单最低只要一毛钱哦。那我也去试试。辛苦啦，店长辛苦啦，太棒！我们能准备的东西几乎全部卖光了。而且今天我觉得有点井井有条。有家长说为什么上菜比前几季快，我说因为店长换了。那小明哥就很弱啊，显得。你什么？我你胡说。我跟你讲，我是就说实话了。是因为你们特别帮我，好不啦？你看今天你们多乖，说几点来就几点来了。其实我们都没有那么听小明哥的话。没有啊，小明哥让我11点我就11点啊。他心疼你，你还刨他？好，弄好了。这里面有什么红菜？你不告诉我是吗？对，你现在你这个表情我有点紧张，你不告诉我也行。嗯，不会很惨吧？那说不好。你快走吧，我变暴风雨了。应该是还不错，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我看看你的脸，你敢不敢看我一眼？你敢不敢看我一眼？你少点儿演，好，好期待呀、啊！吃饭啦，一会儿菜又凉了，赶紧来吃饭啦！开晃啊，出晃啊！好饿啊！我这鸡杂好爽，够辣！辣死我！我好舒服啊！
今天呢？今天你很辛苦啊。没有啦，真的，小明也很辛苦啊。他还帮我带小朋友呢。当爸爸果然不一样，很厉害。小明哥今天炒三个菜，是不是？好厉害。超级厉害。小杨，现在就宣布吧，好不好？我宣布了。今天一夜了，我无比的紧张。个位数，零，零，第一次的零，零，没事，个位数而已。十位数是五，五，百位数是节奏注意一下，撑得太久了也不好。好烦啊！快点！我好累呀，就是这个呀。啊，就是五啊。对呀。5550啊。三个五啊？怎么可能？4550。4550。还不错，还不错。真的吗？4550。超出我的预期了，所以呢，我要把这个交给你们。我们第一期是5550，五五五五，三个五啊，5550吗？这个太棒了，破五了，2773了，2900多嘛，4900。3641，哎呦，4356，啊，这5550，好厉害啊，又创新高！来来来，交给第一个队长啊，这个真的超出我预期了。因为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你们今天太给力了，太棒了。其实昨天呢，我的愿望单里边是没有说岗位一定要互换的，我觉得是节目组对我们的考验，因为大家互换一下更能够理解另外一个岗位上的困难和问题和不容易，接下来我们在彼此沟通的时候应该会更加好沟通。明天我希望是在营业额上面，可不可以在上面还有哪怕就1块钱，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小的超越。正正那个肯定没问题，我觉得他今天贡献了特别大的一块利润，因为他今天鸡翅不但卖完了，还额外打包，所以他这个是一定要保留的。对，所以我今天有点想哈，安排上，我想大厨回去，因为要做大菜。其实我提个个人建议，好，我觉得还是今天还是按这个岗位来，今天我还是配合我们小明老店长，你还是当大厨。我帮你做这两道菜出来，今天。好 ，OK， 你可以吗？我可以。可以啊。好，没问题。一个还是牛肉羹，那小明还是大厨。一个还是牛肉羹，一个是干锅牛杂。好。一个是香芋扣鸭。好。三个菜。好。明天你青菜一个，再做一个肉末淮山，五个菜。好。我一个人做五个菜。可以，没问题。你一个人做四个菜，你如果要做五个菜都没问题。可以，没问题，好不好？好，可以，没问题。四个菜，我突破一下我人生的极限，没问题。还有别人呢，我突破一下我人生的极限。你等一下，你让我想一想。等一下，龙龙，不是你让我想一下，你先把你的菜。还有鸡翅。你听他说，你别说。对不起，我是店长，你给我老实一点。是。大菜解决了，我觉得小明他确实很厉害，我倒是挺放心的。在家有张老师帮你，只要但就是你们俩很辛苦，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没问题。我想第二个呢，楠楠愿不愿意试一下教小朋友？因为我知道你今天学幼教的。我们俩一起吧。我带小朋友可以啊，但教我是不行的。我招架不住那么多小朋友啊。我都可以，我没有学过。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而且他会，小杨老师会帮你的。
其实小朋友很乖的，你跟他讲清楚他都很懂的，你做个示范他都很 OK。 我觉得可以，你来带小朋友加油。那就还是这样，前台是你，然后跑堂是农农，因为大厨他还是希望继续当一次跑堂，那就让他如愿。没问题。那我来炒菜，大厨依然是王小明先生，我们的各种鸡肉的秘制的大师还是尹正先生，好，他就是小朋友的小天使。那我们这么定。你想好了吗？我做什么？我土豆塔。我要边上课边来一次。去吧，你可以模拟一遍。你是我的小朋友，你就过去吧。好的，若能姐姐。小朋友们好，老师好。好啊。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土豆，跟老师一样这样子把它捣碎，看一看谁捣得最快，好不好？好，真棒。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好。小朋友们有没有吃过土豆呀？我最讨厌吃土豆啦。可以想象啊。老师，什么是土豆？是花生吗？是马铃薯，宝贝。哦，宝贝，那你们跟老师一样，这样子把它捣碎，看一看谁捣得最快，好不好？不好。好了，小朋友们，看着老师先给你们示范一遍，好不好？我们做一个。你为什么长那么好看？老师，我要两个碗碗。老师。不要打乱我！明天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呀。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大家挺身，你们最喜欢吃的冰淇淋的样子好不好？你们看，真漂亮，真漂亮。好，没问题，下课。哎呀，这个老师真好，你看妈妈。妈，别走！若楠老师教了我土豆塔。哇塞，宝宝你可真棒呀！若楠老师很好的，又漂亮，教的又好，是不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我们干活吧。非常的好，干干净净的。我们是无敌洗碗二人组。来，我来。啊，这么多！知道我一开始说的中餐厅永远都有洗不完的碗的意义。我看一下，米饭怎么没饭了？店长，我们没米了。我去买米，我自己去就可以。行。我池水村买米，我走了。路上小心啊。放心。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到了。风景是很好了。这里真的就是农户啊，什么也没有啊。周边没有一个小商店啊，我稻田。谁知道那个买米的地方呀？你就去农户家对吧？农户家。没有你。哪家农户啊？大叔你好，你家里有没有大米可以卖呀？有。是新的大米吗？哎。真的吗？太好了，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大米吗？好。哎，为什么这边的米都是这样小粒小粒的呀？我们这个不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个很好吃的。你们自己都吃这个米啊？现在起司流了，装了四亩田。厉害！我刚想问您，下面那个田是您的吗？这个米就是在那儿长出来的。哦。
你卖多少钱一斤呢？卖4块钱一斤。好的。我要50斤。差不多。差不多。嗯、好的。微信付给您行不行？我修不起。啊？没有那个手机。你没有手机啊？没有微信。天哪，那我怎么付给您钱呢？没办法。你能借我200块钱吗？哦，不能欠老人家钱的，你肯定有，你有的。你等一下，爷爷，我把米放在这里，我去换点现金回来取，好不好？好麻烦呢。没事，很快。您好，有人在吗？奶奶，你家里年轻人在不在？有没有年轻人在？啊？你儿子、女儿在不在家？没在屋呢。不在家呀？嗯，出去过应该不呢？出去过应该不呢？哦，你个人在屋里呀？哎。婆婆，你是四川人呐？啊？你是四川人吗？成都人。啊、你是哪点的人？我是广州人。哦，要得，你小，哎，我看见了。好了，奶奶再见，你慢慢吃饭啊。好。好。你们哪里的？我烧开水了。哦，烧开水。我烧开水去呀。啊，不用，谢谢您啦。啊，再见，奶奶。再见，奶奶。小妹妹，家里有没有大人在呀？有的呀。这个小姐姐在，小姐姐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没有现金，我想转微信给你，你给我现金好不好？我就要200块钱就可以了。太棒了，谢谢你。你们最近放暑假啦？对。放假开不开心？开心呀。开心呀。写作业，作业多不多？不多，还挺好的。小凉椅，我小时候也坐这种椅子，是不是可凉快啦？两百，谢谢你啊！我换到钱了，爷爷。谢谢了。谢谢你。我给你带。不行，我可以的。你可以。您是长辈，不行，我自己来吧。玉珠，你需要帮忙吗？不用。哎呦，你小心点儿。我扛都扛不动，你怎么扛？你扛不动，你回家回得去吗？你吹牛了，这我给你洗，我给你洗干。不，你能行吗？你能，我能行。好，对我们俩一起，谢谢您啊。好，我们放这里就行了。啊，好了，谢谢爷爷。我刚才吹牛了，我觉得我可以，结果真的搞不动。我回来了。哦，哪位男士有空帮我抬一下大米？我拿吧。我们俩抬龙龙特别沉。没事儿。40斤的时候我是可以的，到了50斤真的不行了。25公斤而已是吧？对呀、啊。可以。但是你知道那个卖米的老爷爷76岁了。嗯。他可以哦。嗯。你行吗？你试试。试一下。嗯。好，你放到这儿。没事。这。龙龙，好棒！
店长，我跟你说，我们还有四个半小时的鱼没钓，我可以去钓。你的店长叫樱桃。哦，对。可不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去吧。好，我也想钓，但是我先把手头的活干。那我跟你一起干完。不用，我还早，你去吧。好。我很喜欢钓鱼。真的吗？我是海边长大的。太好了。我小时候就是拿手线钓鱼啊，我钓过很大的鱼，拿那个钓。哦，那可以，这么厉害。我先去钓鱼了。也许我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去钓鱼。耶，太好了，起飞呀、啊！我走的飞呀、啊！我要，那我去看他钓鱼了。好，你去吧。我来了，楠楠。钓了几只了？我已经钓一只喽。哎呦，我还没钓过鱼呢。你就钓这个吧。怎么用？我跟你讲，我自己会是把它直接往里塞，塞完之后直接包住整根。嗯。这样我觉得更方便一点。行。好了，我要钓鱼了。来，一二三。你放上去拉起来就有了。不换。我看到鱼了，好像。对。有点紧张。哎，拉起来吧，拉起来吧。哦，没有。啊，什么鬼？你感受一下，我前面也感受了几杆。好，再一次，再一次。吃掉了，对啊，吃掉了。我想，当你钓中的时候，你会感觉太有意思了。好，加油，一定可以的。为什么一直没有鱼吃我的东西啊？你怎么不吃呢？吃啊！你快吃吧！啊！我看到鱼了，又被吃掉了。下一只好不好？起来了，起来了。怎么起来了？又一只，又一只。悠悠，你也太快了。这样就又有了。哦呦，这只很大，可以。哇，这只有大哎。哇，那我去你那边。去那边，去那边。我要去那边。可惜，可惜，可惜。为什么呀？啊！我好羡慕钓鱼的呀，我好想去啊！我想钓鱼都想了好几天了，我想钓鱼都想了好几天了。钓鱼你钓吧，大家抓紧时间，早一点，我们等一下早点回去。好。好，原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钓鱼了呢？现在已经全弄完了。
全切完了，好想吃啊！哇，好舒服啊，一阵风过来，青山绿水。烙馍也多出来，老板。烙馍也多出来，老板。烙馍也多出来，多出来，多出来。做半斤就够。那我来先，那我先给它切成丁再剁，对不对？对，好。没事，老师傅在这。你看哦，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们一开始轻轻的抛出去就好了，从水里面起来，起来之后我直接正上方提，提完之后它是不是会这样直直的？了解了解。都是手往后抬，这样就让你在前面。好。那你拿这个。轻轻的抛出去就好了。好。不要弹到它。好。轻轻的，哎，对。有啦，好啦，很大一只。拿起来。太牛了，谢谢奶奶。就是这个慢慢拉的感觉。好，好，继续。有耶！有重，这里有大，这个应该有大吧？还算可以，拿了就算了。拿起来，漂亮！啊，你看，哇，厉害厉害厉害！因为这个就在我的耳机里，让我来，让你来，没问题，交给你了。我帮你打点窝。哦，多一点，去吧，多一点，多一点。哎，你看，你说彩虹吗？对，你说彩虹跟这个晚霞，红色的，不觉得很漂亮吗？你可以拍照啊。拍得好看吗？我要拍很高的。要求很高，多高？是有多好看？要求是有多高？我们的菜单有没有弄啊？小杨，你都确认过菜品和价格了哈？没有，我先去弄菜单啊。好。郑哥，你的烤鸡翅68块。对。樱桃姐，你的时蔬18块。大厨，我跟你确认一下啊，明天的菜单有冷菜酱香萝卜和梅汁花生，都是8块，牛肉羹58块。肉末淮山38块，香芋扣鸭88块，干锅牛肚88块。我都记得住，我都记得住，不要给我确认。那行吧。我跟你，我还写一遍。大厨，这里边菜哪些辣，哪些不辣？等一下好不好？你能不能等一下？我现在就去弄菜单了。我忙不过来呀，做一件事情呱唧呱唧在那里咕，叫我怎么忙？你讲一下。他跟你确认，他怕他写错了，你有点耐心嘛。我自己开的菜单，我心里有数的。好嘞，来，我来问他一下，我一个一个问他啊，没事，这两个有，肉末淮山不辣的，对不对？对。
香芋扣鸭辣不辣？辣。辣，香芋扣鸭辣。嗯。干锅牛肚是辣的，对不对？对。牛肉羹不辣，炒鸡杂是辣的，烤鸡后面都不辣，就是香芋扣鸭是辣的，微辣。嗯。牛肉干锅是辣的。好的，知道了，谢谢。嗯。唉，咋我问就问不出话了呢？桃子姐一问他就回答了呢，这是什么道理嘞？怎么样？嗯，快好了，最后一本。最后一本啦，嗯，还可以啊，还可以，搞熟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对对对，刚刚谢谢你啊。什么呀？帮我问大储备。哎呀，他那个人就是，你就那个什么他一点儿。他就是个急脾气。我知道，我不放心上。对。太棒了。我帮你写那个啊，1、2、3、4、5、6那个。好。1、2、3、4、5、6一般先写8个，我都给你放这儿，明天你来发给他们啊。好的。明天我拿着给你弄乱了。好的。这些是没有用的吗？嗯，对。好，我帮你把它拆下来。哦。好了，取完了。我帮你放在那个里头去。全部在这个箱子的最底下。好的，谢谢。不客气。你这都好了吧？我好了，我们面很简单，就炒个蔬菜。好，那我就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哪里。开始清台了。这个鸭子封住吧，还是？对。甚至你再搞好以后，给它扔那个冰箱里去。好。好，这个牛肉也要放下。对。红萝卜也要放进去哦，已经找到地方放了 ，OK 了。好了哟，你真是厉害！背上有没有盖子？盖上盖子，放冰箱。好。都弄完了吗？对，连后天都出来了两个菜。太厉害了，同志们，我宣布一下，明天我们晚半个小时哈。好。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早点来互相帮助，好不好？好。好啦，下班啦。拜拜。同志们，明天见。明天见啦。今天怎么这么累啊？因为今天来回走啊。我平时也来回走啊。你的平常来回走的少，然后再加上备菜就会累。实在是太累了，累崩溃了，真的好累呀！啊，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学习制作土豆泥，你们平时喜不喜欢吃土豆泥啊？晚安，明天见。希望每一桌的客人能多一点，就能多点一点菜。对。哎呦，这边哇，天哪，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呀？哇哇！今天这个太幸运了。哇，这只好大。是因为很热，所以他们都出来了，是吧？他这样会害怕吗？不会。哇，你可以让我试试吗？可以可以可以。他会走吗？会。可以带他玩一会儿，怎么进去？不然一会儿飞走了，他就不见了。哇，他真的不走哎！ Hello， 早。我在虫虫的影响下，没有这么怕虫子了。这个，看这一只。你什么时候找到的？他找到的，但是居然我也可以让他不飞。好厉害，好漂亮。哎，给你放到你的。待在这里像一枚胸针。不要动哦，不要动哦。哇，快去拍！哇，好帅！很配我。各种珠宝高奢快请找来。完美。
等一下，我要拍一下。不行，我要摆一个造型。好美啊，真的很好看哎，迷离的眼神。拍上面。看他能在你这儿待多久。好啊。我本来想系上围裙的，有了它之后我都不舍得系围裙了。那我们现在准备材料。啊，布兰这边还不够辣，还要给它加辣。嗯。哇，这么辣。这么辣它还不飞走，真的。我去切洋葱。真是烂根烂地，这么辣的。还在吗？我在切洋葱的时候，我已经辣得睁不开眼睛，他还一人在坚持。你要一层一层剥开他的心，但是我的兄弟依然不离不弃。这一期如果今天都完事儿了还在，我觉得你是要把他养起来的。是，他陪我一天，我已经很感动了。今天中餐厅我们多了你一位家人。打算做一个让小朋友参观的昆虫屋。没想到它会变成一个昆虫小教室。哎，店长，哎，我把那个儿子关到那个让小朋友参观的昆虫的一个小馆，所以我先给他放进去，里面空间很大。你要放进去吗？对，中午我怕他一不小心可能在你做菜的时候掉到锅子里面去，然后马上就死。那走吧，我陪你放，放完了我就可以换厨师服了。这个鸭浆特别大，你里面要不要给它放上花花草草什么？这倒不用，因为我们就是一两天就清一次，就这。好，关键可以。可以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像一个昆虫箱的感觉。回头放走了，对，今晚就可以给它放走，小朋友参观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小朋友看到会开心啊，太可爱了，它就像个风筝一样。杯正浓，正浓拿铁。好啊，尝一尝正浓拿铁。来，这杯给你，上班族的标配咖啡，配上浓浓营养、浓浓美味的正浓牛奶，浓浓的美滋滋。咖啡配正浓牛奶也太爆炸了吧！喝了这杯正浓拿铁，我今天干活肯定给力。你要注意这个东西绝对不要靠近这边，不然它很烫。好，知道了。这辣椒对不对？你不要放那个辣椒。好吧，先听你的吧，不放。你听我的就不会错。炒这个菜锅一定要热，一定先不能放生姜，生姜是后入锅。好，知道。
最少吃这种盐味的，爽脆呀、啊。就这样吧，尝一个。最少吃这种盐味的，爽脆呀、啊。这就是你说的你的方式炒的呀。没放糖，我放了，它不够，但是我吃就是要吃这种盐味的。什么？可以咬进去。这是你的方式炒的，都我吃。我要按我的方式炒一个。好的。你留在那里，让大家偷偷的评定。我先必须给他 PK 一下。我们那边要放小胡辣粉，还有小胡椒，很好吃。煎我的小辣椒，煎我的小辣椒。对你这个做法就是醋溜白菜，好香啊 ！OK， 闻起来很香。我要让他们评判一下。哎呀，你尝一会儿这个好不好？他放醋了，好不好吃？你这么爱吃，这么给面子吗？那这个确实有点辣，敏感的小妹会觉得辣。但是你这个其实不辣，对，因为你是有醋，所以把它辣味减掉了。对。反全国的小朋友综合到一起就是甜和酸最爱，所以你往这个方向走。他们就是爱。楠楠，你尝尝这个好不好吃？嗯，好吃。我喜欢吃这样的白菜。龙龙，你要不要试一下？好不好吃？好龙龙，你爆出来的东西是香的。对，这是比较就是四川湖南这边的做法。那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店长啊，不是大厨，你尝一下这个，你觉得小朋友能不能行？可以啊，没问题的哈。嗯。太赢了我这个。你那个呢？我要让他们评判一下。那个已经给我吃光了。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店。冰小姐你好。客人们都很开心，那就各位了。哟，宝妹，牛肉羹可以了，肉末淮山好了。哎呀，你听我的就不会做。不不不不不，有的客人是先点，有的客人是后点，谁上了什么不知道。不是，加四就是五碗的意思，我们之前是这么定的，就你自己独树一帜。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中餐厅指定座驾东风标致新408，新法式高品质大家轿，做更好的我们。中餐厅益生菌种草官 Life Space， 专业益生菌品牌，选 Life Space。太赢了我这个。你那个呢？我要让他们评判一下。那个已经给我吃光了。这多好吃啊！你为了消灭证据，哼！如果别人说你炒的好吃，我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哦，情何以堪？一样的。你这样搞，我心里会很难受的。炒的在哪里？什么炒的在哪里？你炒的那个。被他们吃光了，他们觉得很好吃。对，比我炒的好吃多了。
没有，是另外一个风格。你那个太棒了。我今天是不是也得穿厨师服了哈？因为我要炒菜。还蛮可爱的，特别厨娘。那就这样吧。店长，可以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当我没回答啊，当你没听见。全世界最美丽的店长。店长呀？对呀。他说我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店长。你这马屁拍的，我的天哪！我说的是实话，你看我啥时候说过你是全世界最帅的店长？但是你是全世界最温柔的店长，这倒是真的。哎，同志们，12点半喽，各就各位喽。有，完美，搞到半熟。牛肉羹可以了，哇，好香啊！肉末环山好了，香芋扣鸭可以了，做最后的检查工作喽。好，这是5、6、7、8，好，把小笔准备好。好，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很从容。希望今天的小朋友们都乖一点，昨天的都还挺乖的。对，昨天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你有那个气场。我跟小朋友有什么气场？就是那种有老师的威严。所以我说你一定不要跟说我是楠楠姐姐，说我是楠楠老师，不能凶，都给我坐好，不要凶，因为我是楠楠老师。好像小朋友对老师他天然，对，天然他会乖一点。我是楠楠老师。哎，来喽来喽！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家三口。Hello，Hello，Hello， 欢迎欢迎。我们从这边上来。好看你做菜。哦，哈哈哈！太阳比较大，先进餐厅。你几岁啦？8岁。8岁啦。你们好。我们三位的话，可以先这边请坐。好啊。没问题，来，你们坐。谢谢你们。姑娘好漂亮，要不要我来抱？欢迎欢迎来到中餐厅。哇，哎呀，真好。来，哇，你好可爱，你的小眼镜。Hello Hello， 你好。哎，你好，欢迎光临。往这里走就可以啦。可以先这边请坐。放人了吗？上人了，已经前面，我去偷偷看一眼，上几桌了啊。樱桃姐你好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您来中餐厅。樱桃姐姐，哎，嗨，你好，你开心吗？来中餐厅，开心，开心呀。姐姐去给你做饭去了。哎，太好了，客人们都很开心。那我来帮你们点菜。你们是哪里人？我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本地人吃辣对不对？对。吃辣哈，有牛肚，有扣鸭。鸭肉性凉，夏天适合吃，哦，而且营养又健康，对不对？那就鸭，鸭肉。你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菜单。后面呢是我们的香芋扣鸭，是我们小明店长做的。啊，可以，这个也来。我们今天有肉末淮山，这个是不辣的，可以给小朋友吃。我非常推荐我们的老饮秘制鸡翅。啊，可以，这个也来。好。真棒！你好，今天我们主厨是小明哥。小明哥哥炒菜给你吃的。对。就像这个肉末淮山啊，都是他做的。好。对。好。欢迎光临中餐厅，您看看，这今天是谁做菜，你知道吗？黄小明。他的拿手菜是啥？他拿手菜香芋扣鸭。那我们就来这个。好。杨梅汁花生怎么样？冷菜。好，可以。那总共有。
总共有六个菜，不够上，可以，好的。肉末淮山，青菜，这牛肚有，牛肉羹有，香芋烤鸭都有，都有。这有牛肚，对，两个香芋烤鸭。现在先弄香芋烤鸭。好，香芋烤鸭全部出齐了啊，随便你们上。高温蒸，蒸一个小时。好，肉末淮山。看着分量很足的样子，高温15分钟哈。好，肉末淮山也全都出齐了，来炒一个青菜。2号桌的蔬菜，鸡翅。太棒了，这个已经准备好了，可以直接上了。6号桌的香芋扣鸭和淮山都可以上了。明白，我现在来。是几号的？几号的？9号要给它放这里来。5、6、7、8、9，这样子挂就不会乱了，知道吧？不，有的客人是先点，有的客人是后点。没关系，你就这样上，这样子就不会乱。但是前面客人会等很久。你一下排过去，一下出菜就不会了。哦。你听我的就不会做，你听我的就不会做。7号桌全，全部上。大厨全部上这个。全部上就菜，所有的菜都上。你听我的就不会做。我知道，但是谁上了什么不知道，你要这么写的话。等一下，他这个8号是5味米饭，他写4味，这9号5味。不是，加4就是5碗的意思，我们之前是这么定的，就你自己独树一帜。哎呀，你听我的就不会做。叫我炒菜可以。叫我端这个盘子，我要学习。我一桌一桌给它弄上去，不然会乱掉。你拿得了吗？哎呀，好厉害呀！来来来来来来，让一下，来让一下。香芋扣鸭，牛肉羹。梅子花生，蔬菜，好。3号桌的时蔬我先上了。你好，小蔬菜，好，谢谢，一点都不辣，小朋友可以吃的。Hello， 宝宝你好，好可爱。Hello， 抱歉，一直没来得及过来跟你们打招呼。辛苦了，没事，你们辛苦，谢谢你们的光临，你们来了，看到你们的笑容，我就一下不辛苦了。你们是当地的吗？我是你心里的。
缘分。哎，嘴真甜。明明可以当爷爷的年纪，还叫我哥。小明哥。今天的菜好吃吗？好吃，还可以是不是？双胞胎哦。对。哎呦，我都没注意嘞，这都是你的吗？对啊。是啊，四个。不会吧？四个。老一、老二。对。这老三。三胎四个。你太幸福了吧，爷。哎，你猜他们两个哪一个是哥哥，哪一个？不是。我觉得他是哥哥。姐，你猜他们两个哪一个是哥哥呢？一模一样。这个是哥哥对不对？这个是哥哥对不对？哥哥，你猜他们两个哪一个是哥哥呢？好，又开始猜了。你看他是哥哥。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Hello，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开今天老师教你们做土豆塔。那我们现在然后呢我们土豆泥啊。哎呀，我不知道说什么。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真浓牛奶冠名播出的中餐厅，营养真浓，爱意正浓。就是对哥哥有一种依赖感，我觉得他是哥哥，是不是？哇，你们怎么区分他们俩？我看啊，我知道了，弟弟这里有一颗痣，哥哥没有。对，但其他几乎一模一样。哪个要打包？来，我来帮你们。这个筷子是干净的哈。请制作呀。当然。我太那个了吧？怎么会？我们就是委员会。我们这里面没看到这么深入。对啊，我刚才说。那看起来好像是。好高冷，好冷艳的。哦，对，我所以塑造角色都很不错。对，看不出哈。我好喜欢看到电视剧。我们刚刚演的那个是《人世间》。人世间，对。说实在，你们能做出这样的菜，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是不是？还意料一个那么平易近人，一个这个口味。你为什么要用平易近人这个词？我们是一样的，演员只是我们的工作而已呀。没有你，完全。好的，我给您放在这儿啊。好嘞。好，辛苦。十分钟后就可以上课喽。我去把它准备一下，我就可以开始上课了。老本行啊，这是。整理一下我的仪容仪表。OK。
有点心跳加速呢。我真的有点紧张，招架不住那么多小朋友啊。Hello，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开今天老师教你们做土豆塔。那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小张老师已就位，就等待各位小朋友们的光临啦。今天我们要把现在一会儿老师会给你们每个人发一个土豆泥，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小棒子把它捣碎，看看谁捣得最快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土豆泥啊，哎呀，我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小朋友们，亲子互动时间到了。亲子课堂的小朋友跟哥哥走。等一下我们要上的是中式的点心课程。我期待。请进。好，来。Hello， 欢迎小朋友们，请进。小朋友们好，我是楠楠老师。你们好。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土豆。土豆可以做成什么呢？土豆泥。可以。土豆片，土豆块。对，真棒。那我们今天就利用土豆做土豆塔。好，是老师要这样捣成泥，这样子可以理解吧？这一步呢就是让它更加的细化，这样的话我们挤出来就会更加的软。我们需要一个表装袋，大家挤成冰淇淋的样子好不好？然后弄完了以后培根夹在土豆塔上。来，开始吧。放可以多挤一点，它再多一点。做的好漂亮啊！你们今天都非常乖，做的也很棒。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中餐厅官方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真浓牛奶。中餐厅，下节更精彩。真浓牛奶，中餐厅，现在继续。上伊利旗舰店，每周五真浓派礼。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中餐厅。买菜就上拼多多，今日下单次日提。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正哥的梦想什么什么？大西瓜发扬光大，挑战成功将得到666元黄金奖励。凭什么？我2000块台，你还给我666？等于我们亏了1000。节目组会给你们空降100个西瓜。100个西瓜。我们的西瓜到了，大西瓜！100个西瓜，我们自己搬吗？我被套路了。谁不是被套路的？我们要拉进去，再把它卸下来。太难了！在2天里，至少研发2种西瓜创新美食，并至少卖出20份。谢谢哦，你是很开心。我要睡觉。我做一道怪味西瓜酥，怪味就是怪。你来尝一下这个味道，好怪，好怪，冰火两重天。我说老实话，如果是刚才那个东西的话，我会告诉隔壁桌不要点。娜姐来了，这就开始拍上了。
已经开始了。我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我可以干点儿。来，哦，您上，好，得跟他道个歉，我们上的太晚。哦哦哦，还是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哟，我弄错了是吧？所以呢，给你们道个歉啊。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农农。这样，娜娜姐姐要来加入我们吗？对，我要跟你们学。听妈妈的话。孩儿呀，白发吗？还能。娜娜老师，我错了，我错了。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中餐厅，参与分享家常菜话题活动，有机会获得嘉宾翻牌。